我觉得家园系统还可以再加点东西，尤其是家庭和家庭之间的互动。这首曲子怎么样？肖先生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的话呀？想法成熟了，写报告给我。再下来讨回公道。你真的是第一次谈恋爱啊？那你也太熟练了。看到你就无师自通了。下午还去吗？不去。实习生又没有工资，周末我要休息。那你看家吧，别去小林那儿了。看家，这里又不是我家。微微，大神。你就不能用正常的聊天工具吗？这样方便，这很吓人，好不好？忽然想起来，秦喜家的别墅空着。啊？他家有游泳池，要不要去游泳？我觉得夫人有必要强身健体。游泳？话说。肖那游泳比篮球更强，哎，也不知道游泳比赛是什么样子的。尿。你会游泳吗？不会啊，但我会旁观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我要跟蝶梦见个面。蝶梦未醒。是啊，他约我见面聊天，就在学院路那个叫 Red 的咖啡厅，喝个下午茶，不会很久的。到时候，我直接接你去游泳。对了，你把我的泳衣带上，在卧室衣橱下面。泳衣？知道了。
大家已经联系加班两天了，今天早点回去休息一下，放松一下，更有效率。这什么情况？哎，真的好啊！真的假的？太好了！这么好的事儿，强制性的啊！好，拿包吧。KO， 我们去吃那家烤燃妹吧，看你能不能同意。哎，老大，一会儿干嘛去？游泳。带我一起去呗。不方便。哦，不方便是吧？那我走了，拜拜。不方便，拜拜，老三。结束了，好，我一会儿就到。那我在咖啡厅门口等你。嗯，你有意买的吗？等我一起去买。那就一起去买吧。我已经看到你了。你别过来，这附近有个商场，我自己去买。嗯。是要买泳衣吗？啊，哎呀，看你身材这么好，这款特别适合你。哎，不用了，谢谢。买好了，速度很快。不敢不快。泳衣虽然买好了，但是也不一定要穿啊。反正我就不下水，你还能拉我下去啊？可以拿手机拍照，我的计划简直完美无缺。先换衣服。啊！我的泳衣呢？怎么拿的这条？这条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条是我拿到校际联赛的游泳冠军后，姑姑送的。我从来没穿过。不喜欢吗？我倒无所谓，只是没想到原来微微你喜欢这种款式。
款式？短小的款式，我的爪子怎么这么犀利啊？我要是说这是随便抓的，大神会信吗？哎，不是说围观的吗？怎么进来换了呀？方便，帮我接一下。好，难道是广告啊？喂，这是我妈的电话。教授好，那个肖奈开车不方便，我帮他接一下，我现在就还给他。你们那有信号了？是，刚刚从山里出来。哎，那个被你骗来的小姑娘在你身边呢。嗯，她到公司实习，我们刚下班，先送她回去。哎呀，刚才真是把我吓一跳啊！没跟她聊两句，不过听这声音啊，是个好姑娘，你可别欺负人家啊。看情况。什么看情况？不过要是欺负了，也一定要负责任啊。妈，我开的免提。小奈，贝微微同学，有空到我们家来玩啊，就这样吧。我觉得你接一个电话，三个人都恨你了。过奖，我这方面的实力一向很强。不是在夸你，还有，为什么你来电都不显示名字啊？记得住。雪滴在我的外套，思念惊动我的衣角，你给的暗号微微一笑，出现得刚刚好，擦肩而过你的发梢，像是春风吹绿青草。顿母命浪漫在发酵，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，带你到叫听你的心跳，想给你一个拥抱，让全世界知道，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，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，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，因为我已经找到。你这黑无常的造型也太出其不意了，吓死我！什么黑无常呀？这是黑面膜。哎呀，我不想活！我刚刚敷上，我要让它吸走我今天的黑能量。什么黑能量？怎么了？
今天少东家的女朋友们来了，我算是开了眼了。女朋友们，反正是一帮女的，长得都一样，穿的也都一样，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，我堂堂一届高能实习生啊，今天被他们当丫鬟一样的给使唤了，我的白球鞋还被他们泼了咖啡，洗了一晚上都没洗掉，啊，不想活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儿媳你受委屈了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按摩按摩，消消气儿啊，这儿。啊，说他。对了，薇薇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差点忘了跟你说了。噔噔噔噔，经过我日以继夜艰苦奋斗，我欢天喜地的锻造术终于成功升至满级了。这是一个普天同庆的大喜事，真的是太好了！我终于可以不用听你魔音串耳，不用随时被你召唤帮你练了。那个我做的那把剑还缺一个材料，我实在是打不过啊。喂喂喂喂，你看在我今天心灵受了巨大创伤的份上，电脑拿来。可以了，你再去铁匠铺试试。嗯，见证历史的时刻就要来了，看我的。微微，怎么了？我紧张，接下来要用紫禁瓶重塑装备属性，拼的就是运气和人品啊。帮我点吧，这不好吧？你要送给朋友的礼物，我帮你按下这关键的一步，不太好吧？你看我这小手指，还有点小伤疤，万一我这一下按下去，弄出个血光之灾，见毁人亡。而且今天晚上明显你在走狗屎运啊，那么难刷的材料一下都被你刷出来了。这个。那我点了。嗯。二喜，二喜，真的是最顶级的剑！天哪，我真的是走了狗屎运了！哎，你说没有你，我可怎么办呀？低调低调。好了，现在可以在剑上撰写文字，留下心声。你来吧。微微，有点露骨，能不能？等等等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二喜陛下，你好了没啊？我再欣赏一下。喂，微微，我是蝶梦。啊，蝶梦啊。嗯，我想问你明天有没有空，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明天吗？嗯，明天你有空吗？应该可以。那太好了，回头我把时间和地址短信发给你。好，那明天见了。明天见，拜拜。有人约你啊，游戏里的一个朋友。你最近不是每天都要跟大神去游泳一个小时吗？那你晚上去跟别人吃饭，大神会不会有意见呀？他有没有意见一点都不重要。
呵呵，啊，呵呵什么呀？武器练好了就过河拆桥是不是？微微，你是不是就是不想去跟大神游泳，所以才答应别人吃饭答应那么爽快呀？每天鼻血流的太多，有点吃不消哟。嘘，聪明的人死得快，懂吗？懂了。其实大鱼大肉吃多了，我得缓一缓。哎呀，悠悠啊！哎呀，我错了，没办法，我也是耳濡目染嘛。哼，你还来？你有没有完啊你？没完，耳濡目染。哎呀，微微都见了两个网友，其中一个还是大神这种水准的。不知道微光是什么样子呢？我怎么能想到那个倒霉蛋呢？虽然都是光，可人家微光是大阳光，至于那个草光，最多是个两瓦的小灯光。哼！哎呀，微光呀微光，你什么时候才上线呀？很可爱，只是旁边某人的大脸有点破坏构图。师兄，你点餐吧。不用了，挂了。哎，微微师妹，我怎么发现你好像从来没有叫过我好师兄呀？我要是这么叫你，大神会灭了我的。为啥？好师兄，好师兄，好师兄。好师兄，哎，算了，别这么叫了，这么叫完之后，大神不会灭你，只会灭了我。好险，差点丢了小命。我点，安慰一下我这小的心灵。哎，
发没发现，老三自从有了三嫂以后，就变得非常的娇嫩。以前中午来不及吃饭，也就是包子就白开水。你再看现在，看什么都有，真是无微不至啊。以前他只吃包子喝开水，何止啊，忙起来连包子都没有。嗯，呦呦呦呦呦，看看微微师妹一脸心疼的表情。是啊，我发现他对吃的真的不挑，居然让我帮他带炒饭，那营养多不全面啊！以后大神的均衡营养就交给我了。哎，一会儿再配个爱心果汁，有吃又有喝的，均衡营养百分百 ，OK 啦！啊！救命啊！闪瞎我的双眼！嗨，想当初啊，我也有一段真挚的网恋摆在我的眼前，可是当时我没有珍惜呀、啊。现在想想啊，还真是追悔莫及呀、啊。好师兄，网恋是不对的。那你跟肖奈什么情况啊？我们是网上相识，现实相知。然后，你那段跟谁啊？说来听听。嗨，我那段啊，不是《倩女幽魂》里的。我在玩《倩女幽魂》之前呢，玩了一个游戏，叫做《幻想星球》。哎，我玩的是天一。我知道这个游戏，但是好像天一只有女性玩家，你玩女号啊？嗯哼，当时那个游戏里面呢，只有这个人物设定符合我的审美。然后呢，我的很多朋友都结成了侠侣，我就也想啊，也想找个侠侣。一般都是男女结成侠侣，师兄你的是女号，难道你要找男性玩家？错，我要找的呀是妖人。这也行？那当然了，那个游戏里面有一个男性角色叫做花剑，设定的非常的女性化，这一般的男孩啊都不会玩，反而呢很受女孩喜欢。我当时就想啊，我去找一个花剑，我还特意找了一个名字很诗意，一看就是女孩的，叫手可摘星辰。这个名字听起来很豪迈，很有气势啊，为什么一定是女的？我当时也想啊，只有女孩子才会想摘星星嘛。当时我还为了表示我的深度，特意没问她这个性别的问题，结果后来知道了，她是妖人中的人妖。哎呀，好复杂，那到底是男还是女啊？人家是纯爷们儿。然后呢？后来就没后来了呀。自从我知道他是个男的之后啊，我就再也没敢碰那个游戏过。美人师兄，你居然指责别人，其实你就是假扮女玩家欺骗别人感情还始乱终弃的渣男。我不是渣男，我最开始的目的我是很单纯的。你所在的服务器是不是叫长安月下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就是手可摘星辰。哎呀！哦，肚子好疼！没事没事，赶紧走去医院。这么严重？电闪雷鸣太可怕了，眼神对阵好激烈啊！这简直就是缘分啊！嗯，绝对是孽缘。师妹，师哥，回公司吧。肖总，你让我带的炒饭没有了。我就随便带了一些蔬菜、牛肉、米饭什么的，你不介意吧？嗯，随便吧。麻烦贝小姐再帮我倒杯水。早有准备，给大神，请慢用。今天怎么这么贤惠啊？贤惠乃吾本性也。
晚上不能和你一起吃饭了。蝶梦约了我，上次他请客，这次我请回来。是这样吗？我还以为你逃避陪我去游泳。你想多了，小泽。既然如此，待明天去。行了，去赴约吧。不过晚上有雷阵雨，不准淋雨，听到了吗？嗯，子敏，那别忘了喝我带给你的爱心果汁。拜拜。大小姐，上车吧。水啊，你就是夭夭了。刚才我们在门外看见的时候，完全都没有想到啊。是呀，虽然看过照片，但真的没认出来。嗯，夭夭，你比照片更好看。好了，大家差不多到齐了。今天我请客，大家随便点。服务员，菜单。我们就不跟土豪客气了啊。哎，芦苇微微。怎么还没来呢？蝶梦姐，她什么时候来呀？不会是不来了吧？她一向言而有信，肯定会来的。我们很期待呢。这么高档的地方，我带的钱不会不够吧？哎，不管了，大不了这大神过来就查。旧菊轩，听上去怎么像个包间的名字啊？行行行吧。
他已经到了。啊，芦苇微微到了。哪儿呢？来了。哪个？蝶梦姐说，芦苇微微可是一名美女，哎，好想看看她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对啊，蝶梦姐，那芦苇微微有没有夭夭漂亮呀？来了不就知道了。当然没夭夭漂亮了，夭夭可是全服第一美女。好啦，不要这么夸张了，什么人都拿来跟我比。好好好，不比不比，我们夭夭哪是一般女孩能比得了的呀。如果不是你，天下就不会认识小雨青青，我和天下也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。应该让你了解一下我的痛苦，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小姐这边请。哎，来了来了，人来了啊！开玩笑呢，这也算美女啊？是吗？小姐里边请。真是太好了，走，聚会。帮我个忙，我待会儿再跟你解释。那个，给你留了个座，在那儿，我们过去坐吧。我是芦苇微微。怎么可能？你骗人！就是，说谎也不打草稿。我们这些人都是见过芦苇微微的，根本不是你这个样子。你们见过芦苇微微？当然，真正的芦苇微微在真水的公司打工，不仅人长得很一般，就连衣着品味也很差，一身的格子衬衫，标准的一个 IT 女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假扮芦苇微微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芦苇微微不敢见我们，所以花钱让你来的吧。格子衬衫。今天少东家的女朋友们来了，我算是开了眼了。女朋友们，反正是一帮女的，长得都一样，穿的也都一样，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堂堂一介高能实习生啊，今天被他们当丫鬟一样的给使唤了。我的白球鞋还被他们泼了咖啡，洗了一晚上都没洗掉。啊，不要活了。原来就是他们折腾二喜，太过分了，我要帮二喜讨回公道。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哪个，游戏里肖像的名字有很多，你们以前不是也有个小号叫芦苇微微吗？而且就算他真的叫芦苇微微，也可能是别的服的。怎么可能那么巧？你肯定是假的。你们不信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你们谁带了电脑？啊，我带了。我也带了。对呀，用电脑登录一下不就可以证明身份了吗？那怎么就能证明身份了？真要是冒充，肯定连账号都有吧。账号可以冒充，操作可冒充不了。要不这样，
真的是芦苇微微啊？是我们弄错了 ，PK 就算了吧。大家都是来聚会的，何必打打杀杀？这种网游聚会 PK 才有意思啊！说好四场就是四场，怎么不敢打了？啊，我看还是算了吧，应该是我们弄错了，就算给我个面子。今天大家聚会嘛，何必搞得火药味这么重呢？你是谁啊？我是深水无香。是你呀。你们应该最清楚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刚刚打了三场有点累，所以想休息一下，慢慢打。真水，真水。哦，啊，游戏嘛，别太认真，玩玩而已嘛。就是呀，幺幺，大家玩玩而已嘛，认真你就输了。怎么样？现在可以证明，我就是芦苇微微了吧？证明了，证明了，微微你太棒了！真的想不到，芦苇微微不仅不是传闻中的人妖，还是这么大一个美女。哎，你以前可太低调了啊！本来吧，我觉得这小雨幺幺还蛮漂亮的。是呀。可是这芦苇一来，我就感觉它简直就不存在了一样。就是幺幺现在都成了背景板了，大家现在都没有疑问了吧？我们本来就是来聚会的，又不是来怀疑谁的。幺幺、青青啊，你们俩什么都好，就是疑心病太重。微微，咱们过去坐，大家也都回去坐吧。走吧。太棒了！芦苇啊，我是战天下啊。之前呢，咱们在游戏里面有点误会啊。但是既然咱们今天都已经见面了，我觉得就把以前游戏里那些事儿给忘了。当然了。这几位我就不用给你介绍了，你们刚刚已经不打不相识过了啊。芦苇，你还和真是和游戏里一样强悍呢。你也是。啊，既然大家都认识了，我们就开始吧。服务员，啊，可以上菜了，再加一只东星斑，两只奥龙。好的。太贵了吧？振水，你太有钱了。啊，没有，大家开心嘛。要不是振水，咱们今天怎么能来这儿吃？随便哪个菜都是三位数。是啊，振水一向大方，走到哪里都要请客的。微微，你这条裙子真好看，花多少钱买的？随便买的，忘记了。哎，微微，怎么称呼你啊？叫我芦苇就好了。哦。微微，我记得你也是学生啊，你是哪个学校的？我们学校的饭很好吃。庆大的牌子，北里的饭，
北外的姑娘，北行的汉。原来你是北里的呀，学什么的呀？计算机。哎，我也是北里计算机的呀，可是我怎么没见过你呢？这么不巧啊，想误导一下他们，正好被撞上。现在很多职业女性啊，都爱说自己是大学生。你一个女孩子，怎么能有这么肮脏的思想？你是哪个分部的？啊，全山分局。大三，你才能搬到本部吧？原来你是本部的师姐啊，怪不得我没见过你。可是你看起来一点也不比我大。咱们一会儿去旁边 KTV 唱歌，淋不着雨。唱歌去！哎，这个我同意，这个我同意，这个喝一杯，我特别喜欢唱歌。我唱歌必须的，特别好。喂，雨太大了，回来接你。嗯，那你现在过来吧。男朋友啊？嗯。哎，微微，你怎么这么急着走啊？待会儿结束了，我们准备去 KTV， 你也一起来嘛。是啊，我还想听听大美女的歌声。哎，对啊，男朋友也可以一起来。嗯，难得见一次，这么早就走了。对呀、啊。不了，我就不去了，晚上还有点事情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你这也太大了，你吃饭我停不了。你们去唱歌吧，不用陪我。那还怎么行呢？唱大美女一个人在雨里等男朋友不合适吧？就是啊。对呀、啊。他马上就过来了，没关系的。唱歌嘛，多唱一首少唱一首的都不碍事儿的。哦，对。我看呐，你们就是想等着看看大美女的男朋友长什么样吧。哎，我猜不只是我一个人想看吧？啊。我倒想看看芦苇微微的男朋友到底长什么样。真水又帅又有钱，家里又是上市公司，在男朋友这一项上，我们幺幺肯定赢。是他，你们慢慢玩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哎，微微，要不叫上你男朋友一块儿，毕竟机会也挺难得的。不了，他性格比较内向，不喜欢见生人。
游戏里跟好几个男人结识过侠侣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他在游戏里勾三搭四，招惹是非，风心差得很。我们这里的人可都知道，这位帅哥，你可别被他给骗了。只要他愿意和我在一起，我不会在意这些。方面登峰造极，可没想到你演技居然这么好。刚刚小雨青青是想挑拨离间，让你甩了我吧？没想到你却表现出一副就算我红杏出墙，你也无怨无悔的样子。大事就是大事。哎，如果我真的红杏出墙，你真的不介意吗？不介意。我以为你会砍树枝呢。最多你出墙一寸，我挪墙一寸；你出一尺，我挪一丈。怎么闷闷的？是心情不好吗？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呗。我能有什么心事呀？我只不过在想，也许我的生活应该找一点新的目标了吧。你指的是感情还是事业啊？你吃好了没？差不多了，这个面特别好吃，我要把它全部吃光。我先买单。服务员，这桌买单。好的，请问有会员卡吗？可以打折。我有。不需要，直接买单吧。给我积个分吧。相册里面有我拍的会员卡的照片。你怎么了？您只要告诉我会员卡的卡号就可以积分的。其实我失恋了，我就是觉得自己看走了眼，觉得耻辱，枉我自以为聪明，居然没看出卑微是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人。过去的就过去吧，以你的条件，怎么外面那么多漂亮又纯情的女孩，还不都是任你挑任你选呀？谁稀罕他们那个智商高情商低的理工女啊？演戏演得这么好，怎么可能是情商低？也是，游戏里面和你如胶似漆，游戏外面又吊着肖奈不放，你都是奥斯卡最佳女演员，怎么就不颁给她呢？
请问卡号是多少呢？我直接买单。哦，一共339元。稍等一下。刚才吃到个东西，差点呛死我。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？那手机里的视频怎么解释？依然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。没什么好解释的，亏我把你当好朋友，什么事儿都跟你说。你倒好，这么大的事儿居然瞒着我。不是这样子的，我当时想跟你说的，但是我怕你不高兴嘛，而且你也没住在宿舍里，我没机会跟你说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你怎么不提？后来你不是放弃了吗？我就没敢再提了。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可以不提呢？像肖奈那么好的人，居然被卑微这样脚踏两只船的人给欺骗，你说你怎么能不告诉我呢？我本来是想把这个视频传到网上去揭发贝微微的真面目的，但是要不我们现在把它传到网上去吧，虽然是暑假，但是关注大神的人一直很多的。我现在就把它传到网上去揭发贝微微的真面目。不行，这样的话肖奈岂不是也很没面子？我可不想让他受到伤害。那你就想他一直这样蒙在鼓里啊？那更不行。你把视频传给我，我直接拿去给肖奈看。行，我把视频传给你啊。没想到贝微微竟然是这样的人，我的成全根本毫无意义。再说了，像他这样的人根本配不上肖奈，也不值得我去拱手相让。那依然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找他？我一分钟都等不了了。喂，喂，请问是肖奈吗？对，你是？学长你好，我是孟依然。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，是关于贝微微的，我觉得应该告诉你比较好。要不我们约一个咖啡厅见一面吧？我没兴趣。喂。喂，肖奈，你说，你爸妈回来了吗？还没有，这次工作难度有点大。可能要多待一两个月。哦，哎，你现在还住在外面？嗯，不过不远。李叔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走好。肖奈学长，肖奈学长，我听说你在附近花园跑步，所以我过来看看，没想到你真的在这儿。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学长，等一下，昨天你为什么挂我电话呀？关于我女朋友的事情，我不想从第三方了解。那这个你也不感兴趣吗？我就是觉得自己看走眼，觉得耻辱，忘了自己的聪明，居然没看出贝微微是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人。过去了就过去吧。本来我舍友拍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他要发到学校论坛上面的，后来被我阻止了，因为我觉得
如果一个女孩子不管之前做了什么事情，但是现在这种视频如果被大家都知道的话，那对她伤害太大了。但是我更不想你被欺骗。我们明明在游戏里已经是一对了，可是她在现实中如果和肖楠又好了，难道游戏里就不算数了吗？游戏里就可以玩弄别人的感情吗？喜真生气了，但杨二喜的性格不至于啊。我在楼下，下来吃早餐。哦。这么一大早就有紧急的事情啊？嗯，删除垃圾文件。视频呢？难道被毅然删除了？昨天你舍友还是生气了？你看出来了？这二喜平时不会因为这种事情生气，是不是小雨家族他们做了什么更过分的事情？看来我昨天太便宜他们了。微微，有件事我想了想，应该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你看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这件事本该你来处理，不过世界上关注的人太多，我想还是速战速决为好。肖楠。嗯？我突然想起一个人。谁？他叫一笑奈何，你认识吗？我发现你跟他很像。是吗？不太熟，什么时候可以约出来见见？
现在就可以。视频你也发我一份，我去找曹光问清楚。他一次又一次的污蔑我，真是够了。一次又一次。我不是给小杨当家教吗？上次被他拍了小杨妈妈开车送我回学校的照片，暗示我与车主不清不白。还好他马赛克了照片，看不清我是谁，不然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这次又污蔑我脚踏两只船，真不知道我哪儿得罪他了。需要我一起吗？哦，不用了，你输出太强大，我自己能搞定。回头等二喜气消了，我找他要曹光的电话号码。我先准备麻袋还有木棒。你要是打人的话，还是带上我。你要帮我啊？想多了，我最多帮你放个风，要是你打不过再帮你出手。哎，对了，下午我要去小杨家一趟。怎么？他暑假旅游去了，刚刚回来，让我过去拿礼物呢，差点忘记了。好，我开车送你过去。嗯。